跟三都是大叔，怎么可能？跟三才没有。你不觉得他这句话说的？漂亮，但是不可以叫三大聪明，毕竟我们有真正的聪明人。笑翻了，晚上好。晚上好呀。我叫聪明，她漂亮。我叫聪明又强。哦，我觉得她会叫啥？她叫对穿的闹闹的衣服。晚上好，刚想发翻牌。当时我听到她这个名字，我真的很无语。谢谢阿公笨蛋的。困困哒，寻欧欧舞台在左还是在右？在左边。在你们的左边。全员曲，对哥在你们的右边。对呀，没睡着。吃什么？吃的那个迷你椰。迷你椰。去哪玩了？去了外滩，还去了上海的郊区。真的坐了一天的车，好远。染红色啊，大红色。那我在你下头，什么东西？拍照了吗？拍了，但是觉得不好看。本来准备去拍那个敞篷巴士的，结果那个敞篷巴士人太多了，根本挤不到那个二楼，就没有坐。救命！好困，困熟了。尊嘟，对呀，我没睡着。这半个小时都没睡着呢。困困的，今天主打一个，咱们就是催眠直播。上吃饭没带饭，回来点的外卖呢，出去没吃，回来点的外卖。睡着了就不是半小时了，确实。躺播，笑死，这管着。WiFi 好像就是这样。我就说怎么可能大家没有一点反应，大家怎么没有反应？你说了啥？我说我要改成拍一拍之后在上海街头游玩。什么东西？你看果然吧。我换流量啦，现在呢？满意了。你可能没时间直播了。不知道哎。好咯，不卡了，因为我换成流量了。不卡了，宝宝。流量够用吗？够的。够用。好困呀。困死了，放一下，拍一个，拆个包装。晚安，呵呵。晚上好，好困。二是睡不着，那吃啥？吃这个呀，那个巧克力，那个叫什么呢？
酒店不开大灯的吗？因为刚刚我准备睡觉了，然后闹闹就说把灯关了。关了灯好看，他说关了灯好看，有氛围感。是的，是的。蜡笔小新。怎么还有啊？快，快问我。恐怖片氛围，来吧，我们看恐怖片怎么样？嗯，因为是别人送的。今天又买了吗？没有啊，之前送的没吃完呀。看吧。哪吃的这么快？没有吃完呢都。我敢吗？我不敢。看咒，不看。你好呀，你好呀，一个恐怖 BGM 都够了。你们刷抖音有刷过那个吗？就是他有的恐怖片剪辑，他喜欢用那个空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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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好吓人。我每次大晚上听着就觉得很吓人。谢谢脆弱母零打出的0.1分，谢谢。送点给你们尝尝，这本来就是别人送给我的。跟闹闹，谁抱着谁？什么谁抱着谁？大家知道的呀。听着好可怕，真的很吓人。今日说法的 BGM， 今日说法 BGM 是啥？今天有什么业务吗？今天咱们主打一个催眠直播。要不我们深夜电台吧，我给你们讲故事。真的没有人在意吗？看看星座。有星座有什么好看的？谢谢有一只小团子呀，打出了0.1分。鬼故事的话，鬼故事这是另外的价钱。鬼故事这个东西可不是我，你想听我就敢讲的。谢谢爱德华打出的0.1分。月底还公元节。不要告诉我这个东西，我从来不去了解什么时候是中元节的。我从来不去了解什么时候是中元节这个东西的，只要没有人提醒我，我就可以当我不知道。干嘛呢？干嘛呢？在秀耳环。我胆子小。我胆子才不小呢，我只是不看而已。到处会发禁忌事项，没有哎，我真的，我大学以前都没有，都不知道中元节这个东西，是大学的时候。我室友他们突然说，哦，过两天是中元节。我说中元节是什么东西，然后就然后就那个什么了。晕晕的没有不敢看鬼。不行，呸呸呸，不能讲这种话，明天我真的被我真的落枕了，完蛋了。不要打这个字，吓人，吓人。有业务不？讲故事呀。咱们今天主打一个催眠直播，还能有什么业务？求求大家。讲故事，还有。我下次。点歌，不是几分？思考一下，等我一下，
紧张吗？紧张什么？你是说这个快截止了紧张吗？什么故事？这口红太红了，这是左脸，我就喜欢这么红的口红。我就喜欢这么红的口红，因为我是厚嘴唇，厚嘴唇涂红一点的口红好看。点点歌，点歌也行。鸡腿行不行？鼻翼咋绿绿的？没有吧？没有啊。不能有分吗？不要鸡腿捏。听会儿歌可以。三分一首歌，鬼故什么鬼故事？讲故事的话也三分一个故事。对，是的。来吧，先写上。谢谢雨神。对，鬼故事翻倍。等一下，我要写上，免得人家说我名字。点歌半首。一整首歌，一整首歌，我感觉我会把自己给唱睡着。谢谢 three 打出的三分，便宜出分。你要听歌还是听故事？讲个故事吧。去搜一搜有什么睡前小故事。睡前小故事，那还是听歌吧。怎么前期呢？不听是吧？本来就是催眠直播。待会儿帮你，可以帮我把手机扔过来。没事，扔你床上吧。来首好运来，你认真的吗？你认真的吗？我去，咱们就是说真有一点，不是催眠吗？怎么突然好运来了？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来，我要喜和爱。怎么没有弹幕啊？没有歌词啊？运来，怎么没有歌词啊？点个支持和再进个红票吧，谢谢荧光宝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健康我美，你健康纯常在，长得忙碌微妙小主演卡，好高啊这首歌，青春风点个彩，我过的日月天天好运来，待明年你能创新时代，你幸福的家园也和花盛开。我去，这首歌也太高了吧！第一次觉得好运来那么高。来代表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你这超越天空大大同四海。你唱，你唱，你能唱吗？好高的嘞！
降调，这怎么讲？没看过的版本吗？敌人们年年好运来，你健康成活美，你健康成常在。妈呀，嗓子要哑掉了。你正逢接个财，明天几点去排练？11点，可以了，好的。呵呵呵呵呵呵哒。听了瑟瑟发抖。没听过我们的好运来吗？没听过吗？给你放一遍。很有潜力，是的。知道吗？何老师声音没有。改编过的。鬼故事翻倍是吧？是的。好像听过。好味好运好吃好味给你好运好运来。绝对是你给我放过。好像快乐崇拜就是。那你还是自己看吧，你自己看吧。调的卡点了，谢谢。这是哪个地方的方言呀？一点听不出来。这是外来媳妇本地郎吗？这是好运来。这是好运来。煲靓汤什么好运来呀，这是好运来呀。谢谢 Siri 打出的3分，谢谢。你又要点什么？要点什么？困困的没吃完，吃过举报了，举报吧，你去跟谁举报？你给谁举报？你给谁举报？你去给叶总举报，你去给蛋王举报。没说直播不允许吃东西。谢谢 Happy Blue， 笨蛋的 Happy Blue。又给我推了，怎么没有人说话呢？你不是要点歌吗？谢谢陆宇轩送的蹦迪，能不能来一个分手快乐？谢谢叶楚华笨蛋的奶茶，谢谢黄笨蛋的。这个有故事。祝福一下各位，你点这首歌来祝福各位。你点这首歌来祝福各位，你是会点歌的，女人还怪好的嘞。我才不是。听不了1.6，不许撩，给我听，按头听。怎么唱来着？一开始。
法帮你预言，去求全有没有用？可是我多么不舍，又爱得那么苦痛。不会开头，一不论对错，照样喜悦感动。如果他总为别人撑伞，何苦非为他等在雨中？咖啡让你暖手，刚当你心口里的风，你却想上街走走，冷风会清醒得多。你说你不怕分手，只是遗憾难过。要来了，剩自己一个。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分手快乐，祝你快乐，分别错的再闹和对的相逢。旧爱像坐慢车，忘记了心就会是晴朗的。认为我的幸福陌生，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怎么感觉有点跟之前听的不一样？谢谢早睡送的荧光海，谢谢。治好你的恋爱脑，唱太甜了啊！那我要怎么唱？谢谢不吃葱花的愣愣打出的三分，谢谢愣愣，谢谢雨轩送朵玫瑰花，唱的好好看。感觉今天的妆容特别有那种，就你们看的那种女友视角的妆容，可能是因为我点了一颗痣。怎么有点模糊呢？这个画质没对焦。好，现在对。匿名的好友，好的。哪天没有？什么哪天没有？我今天这个痣还不是自己故意点的嘞，这是当时就是睫毛膏蹭上去的，点了一个痣就很有刷的那种什么女友视角的感觉。女友是什么东东？女友是可以打你的东东。自眼线画的好，我眼线一直都画的好，我眼线一直都画的好，说不出来了吧？女友就是能给你夸夸两巴掌的东东。昨天趴床上，笑死！怎么女友就只能趴床上了是吧？今天有拍照吗？拍了呀。野蛮女友，谢谢大眼毛大石头打出的九分，谢谢。你的风回忆里被爱满哭泣的天色好红，温柔好暖在胸口浮现你的面容，一起活在这城市迷宫，举起你名字心还跳动，却没重逢，只有相逢却又不敢碰的那种激动。也许我们当时年纪真的太小，曾那么懵懵懂走进各自天空，该怎么说让自己选择，但思念还转动，不能握的手，从此匿名的朋友，其实我的执着依然执着，与你无关，泪自行洗手，不能握的手，却比情人更亲厚，当所有如果都
我没有哭，只有失去的吻最温柔。谢谢 Lester 打出的一封，谢谢。怎么了？要颜值有颜值，要唱歌有颜值，怎么了？怎么都像伤心的歌？他们要点伤心的歌，他们要点伤心的歌呀！谢谢早睡送的玫瑰花，谢谢。真的太小，从那懵懵懂懂走进各自天空。最近都在嘴脸直播，没有支架，好难受。嘴脸怼得太近，我看弹幕看到眼花。打了个嗝。依然执着。与你无关，泪自行接受。不能握的手，却比心门更紧厚。当所有如果都没有如果。上眼镜，真的，我凑远一点，我看这个字就还好。凑近了，我看着就有一点，看得我美瞳干干的。上流上因为打嗝吗？为什么不能打？为什么不能打嗝？人为什么不能打嗝？因为有好漂亮是吧？有支架，放远一点好看一点。但是我手会很酸。刚刚九分的朋友呢？刚刚九分的朋友呢？怎么送了就睡觉去了是吧？送了就睡觉去了是吧？谢谢不许看我公司照，打出个九分，谢谢谢谢。干嘛天天这么精致？说真的，我这两天哪精致了？我这两天的妆化的那么随意。你惹他干嘛？我这两天的妆。怎么？所以说我平时随便化的妆和很精致化的妆是没有区别的，是吧？好的，我知道了。我以后上公演也这么随便化化，还挺节约时间的。谢谢满月什么空竹打出的一分，谢谢。放手戒烟，放手怎么了？不让我唱是吧？放手戒烟吧。笑死了，大家。比公演的要浓得多，好吗？我公演还贴了假睫毛，我还涂了不灵不灵。我最近就，我现在的妆，就是我公演的眼妆会比这个浓一倍。我公演的眼妆要比这个多画。哎呀，至少20分钟。每次直播大家都会诱导我在这里。谢谢。我会唱吗？会呀。谢谢，不好意思。为什么？会喽。谢谢。公演好看，毕竟公演的妆确实化了蛮久的。谢谢福月晚送的99个荧光棒，谢谢。谢谢。开始唱。一不小心成了你的前奏对象。太低了，这个太低了，这个调。地方你吃饭我接着保持有良心光。找找女版。算了吧，要听原版，我听的也是这版本。几杯吵了几度，你却哭了，
所有的歌我都可以自己的调唱。什么立场？看你哭湿头发，我得到了惩罚。戒了烟，我不习惯，没有你我怎么办？三年零一个礼拜，才学会怎么忍耐。你给过我的伤害，是没有一句责怪。戒了烟，染上悲伤，我也不想。笑死！你们这就是说你们这业务都不按照我每天开的来是吧？这样吧，就这样吧，三分以上你们自己随便定好吗？只五三分以上你们自己随便想干，想定什么咱们商量。因为你发现你们都是靠自己想的干嘛？行，只要不犯法，就这样自己想好吗？以后就是说你们三分以上你自己想业务，我觉得早该这样了，早就应该这个样子了。让我想，我想不到个啥。你们想干嘛？好，就打分，打了之后说一个，哎，干嘛干嘛？比如说，讲个故事，唱首歌，写个 ID， 怎么的？你们或者说，把你的歌唱完。我也不想，不想，烟还没戒完，好的。哦，谁也不想。谢谢芝芝甜甜打出的三分，谢谢。戒了烟，我不习惯，没有你我怎么办？三年零一个礼拜，才学会怎么忍耐。你给过我的伤害，是没有一句责怪。戒了烟，染上悲伤，我也不想。给你起个 ID， 要不你叫？你叫机智的晨晨。你叫机智的晨晨。打分记录点歌是什么东西？好，点烟去了，怎么没戒成是吧？没戒成，给画头像呢？画头像这个是你最后应援会统计你送的总的分，到时候我会根据你去看我之前发的那个奖励，我会根据那个分定哪些有哪些画头像的。昨天写 ID 合照业务有吗？有啊，你们想要什么业务都有，行吗？自助。究竟是怎么请自助。好，真的吗？以后叫机智的晨晨。好 ,OK, 可以。谢谢榴莲蛋卷。榴莲蛋酥卷打出的一分，谢谢。本来想点个鱼货贴的，就不敢点了。有什么不敢点的？怎么不敢点了？点给爷点，有什么不敢点的？你帮我看看能不能录一下。又什么不敢点的？打粉记录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
谢谢十八度凉茶打出的九分，谢谢，试试。哦，你说这个，可以呀，可以呀。换个人。干嘛？撒娇八连，我去。谢谢祝你笨蛋的九分。行呀，怎么不行？玩得起，主打一个玩得起。谢谢 Happy Boo Boo 的笨蛋的九分，谢谢。想听至少还有你的一下。换个人，大家想的。肱二头肌，哪有肱二头肌？肱二头肌在这是吧？等一下，深呼吸。不太适合有秀肌肉。对吧？等一下，是我肌肉还蛮发达。不许切片。我今天在我的 B 站首页刷了你的切片。啊！切我的切片，不许切片。直播我都很多切片。玩得起，主打一个玩得起。我找一下词儿呢。让我撒娇真的等于要我的命呀，家人们。你现在讲话就很撒娇。不是那种，就是你要让我故意去撒娇，真的要我的命。哪？哎，怎么没有？怎么没有？台湾腔撒娇八连台词。刚刚没有跟到你。会随偶像，大家都喜欢 emo 的，是不是？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听到好吧。脚趾已经抠起来了，你怎么知道？你装监控了是吧？脚趾已经抠起来了。这什么歌啊？那好吧，很好听。好，伴着这个 BGM 来。真的很好听。好不好嘛，你最好啦，行不行呀，求求你啦，拜托拜托，爱你哟，我不管人家要嘛、受不了了，老脸都丢没了。老脸都要丢尽了。我现这不叫撒娇吗？这不就是照着撒，这不是撒娇吗？还要重来，就这，我。那不然要什么语气啊？抽个男粉都比我强，你们试试，让闹闹打个样。还不如我平时，我平时怎么了？我平时那不是。你让我故意撒娇，我就只能这样。叫麻的时候怎么撒娇的？受不了，你们过分，太过分了，我都这样了，我都这个样子了，你
这算啥呀？咋资助了？就资助了，因为我想不到。我刚刚那不比这好吗？我刚刚那不比这好吗？全部丢在回忆。玩得起，我是玩得起啊，我这不是说了吗，刚刚太尬了，我说了，你让我说撒，你让我撒娇，我真的撒不来，真的很疑惑，这是我的胎记，真的很疑惑，疑惑，我刚刚那不比这，晚上好，谢谢不吃葱花的愣愣打出的三分，谢谢。那刚刚那个就算撒娇了，行吗？行吗？刚刚那个就算撒娇了，怎么样？我怎么不放？不用管你的死活是吗？行，好。谢谢，千年笨蛋。没有商量，人家都说行了，人家。打分的都说行了，唱至少还有你，好的好的，等会儿没有人点的时候我就唱。你要干嘛？愣愣，你要那个啥？带来个不同的三连，什么三连？骂你几句。好行，我要搜一下骂人不带脏的。期待，这有什么？这有什么好期待的？你是因为喜欢换这首歌，所以起名叫这个吗？感觉这些都没有很那个。哎呀，这些感觉都没有很。是有点像那个。哎呀，可以口型不出声。哎呀，大家已经习惯了。最多罚款。大家已经。那已经是很大的了，好吗？播到十二点吧，那就。语气凶一点就行。什么大什么大，语气凶一点，我要不你先骂我一句，这么不了，要你惹了我，我才能，要不你先骂我一句，我就能你骂出来。对呀，自主业务，因为我实在想不到，这谁干？你开个小号，你骂我一句。搜粤语骂人，我不会念呀，但是还有这好事，怎么早就想骂我了是吧？早就想骂了是吧？惹恼王雨辰只要一句，只要一句什么？你说说看。十二号的公演是吧？比如十二点。只要一句什么？感受不到你对我的爱，有病是吧？滚！别来烦姐，怎么啦？没怎么。我在骂人是吧？对，是的。舒服了。对，是的，在骂人。就这，那不是因为在直播吗？顺畅，反应还挺快。刚来就看到骂人，我去，限制了发挥，没吃饭是吧？这么温柔，听完可以安心睡睡觉。我知道你没想。
没有，是他们先骂我的，是你们先骂我的。哎呀，你说我没事儿。刚进来就看到骂人，运气也太好了吧？是的呢，舒服，拘谨的体现不出重庆人的实力，给老子爬！舒服了，谢谢机智的晨晨送的奶茶，谢谢。他们骂什么了？说来听听。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们只是来小小的小小的那个啥了一下，谢谢小朋友的 Dairy 送的0.1分，单曲循环了，感受不，对对对，是的，他们说感受不到我的爱。大晚上睡不着，谢谢林总。会有纯享版的，谁去截个纯享版的出来看？想被我骂是吧？谢谢狗头猫头鹰打出的三分，谢谢。给老娘才对，不，我们重庆都不说老娘的。等一个纯享版，谢谢打出的三分。刚才那句值得被骂吗？你刚说了句啥？咋的？你也想被骂？你说了什么？对，重庆都是自称老子，不会有老娘。谁让你送的？老子数到三是啥意思？就是说。就是给你一个时间范围内，要是还这样的话，就生气了。算骂人？为什么不算？狗头翻北不值得我骂，什么都行。重庆和成都那边的比较牙尖，重庆还好吧？我觉得成都的比较牙尖。谁敢给你三连，就给他一耳光。好，好那啥，你这个好。蹩脚啊，你这个重庆话咋的？非常的蹩脚。你蛇还能赶到不？赶不到你送不送？谢谢09分的高级马卡龙。高级马卡龙，这大晚上的，让我吃，你让胖死我。有没有那种的？哪种的有没有？谢谢叶叔华笨蛋，老腿也是笨蛋。还没被骂过，难过。有什么好救的？有病是吧？想被骂，真的是。你们是不是受不了一点？救什么救？我害你们了吗？两个直播间都在骂人，不敢看。我没有骂人，我很温柔的。我从来不会骂人的。我一般骂人都是他该骂，我才会骂人。谢谢多教育。能当面骂吗？能呀，为什么不能？剁椒，你这名字起的什么鬼东西？这是什么 M 属性大爆发是吧？贴脸开大，摸多摸多，漂亮的男家大妹，摸索男家好啦。现在哪了？让王玉晨叫姐姐。谢谢三娃笨蛋。三娃，你这还是娃，你就上网。尊嘟假嘟，不会日，不会日。说的不清是吧？还要送？只会。还送？谢谢。呀咪呀咪，好吃好吃。谢谢天降笨蛋夜点。你这个时候送尊嘟假嘟。送什么夜？有人做了。MBTI 测试测出来是 TFC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会淋雨，淋雨又是什么东西？尊嘟假嘟不是最近的梗吗？这是尊嘟，这是假嘟，尊嘟假嘟，尊嘟假嘟。你真的记住帅气吗？哪有记住帅气？当面不敢当面骂，玻璃心听不得，玻璃心就别来找骂了，好吗？疯狂星期四 V 五十。现在哪能有
我没 K， 我没 K， 我没 K， 不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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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意思？听说明天5点6点半，不啊，我们明天11点才出发呢。我们明天那些什么早一点出发的是他们那个，是他们那个 top 什么什么的。别幻想行吗？打什么九分？我很会骂人。你能打9分？对啊，怪不得可以那么嗨。成天想什么想？尊嘟假嘟类似淋雨啊？什么是淋雨？谢谢。可以多睡一会儿。是的。是的呢。可以睡到11点起床，还不什么是零？那个三点水一个树林的林，你只会国语。我曾经也会国语，但是我现在不会了，现在有点忘记了。现在有点忘记了。谢谢驱魔人笨蛋的一分。你说你驱魔就驱魔，打什么分？魔不驱了。不是11点出发吗？对呀、啊。快上分，今晚可以骂到2点。什么可以骂到2点？蔡依林，什么东西？Hello Hello， 真有有啊，怎么可能没有？平时没机会体验呗，不骂了不骂了。本来今天是一个睡眠直播的，咱们主打一个催眠的，能不能让这个直播间温柔一点？今天想当一个温柔的人呢。让你别，谢谢不吃葱花的愣了。出的三分。哎，在哪儿了？谢谢谢谢愣愣，谢谢愣愣愣愣愣愣。绿色直播是的。你看看你名字。硬核催眠。点评一下 ID 吧。很可爱呀，你这个 ID。愣愣愣愣。为什么愣愣不吃葱花？不难为我了。没有难为，就是你这个 ID 很可爱。为什么叫愣愣？因为你比较愣吗？健康直播可以被骂着哭着睡着。这是个怎么今天大家 M 属性大爆发是吧？今天就是 M 属性大爆发，怎么一个个都想被骂？正能量直播。谢谢叶叔。这是起 ID 吗？吃什么 ID？ 我还知道 M 是吧？我不只知道 M， 我还知道 S 呢。三分话被我说的愣，他自己名字叫愣愣呀。但是愣愣这名字挺可爱的。愣愣。他还是个仔，愣愣。不得了。我懂得真多。这很难不知道吧，这不是当代年轻人都知道的东西。我说的那个是 M 是 MG， S 是早不换，早干嘛去了？现在才来换荧光海，刚刚搁那蹦半天。女友视角，我没趴着哈，我只是哎，对 ，S 是四吧？谢谢。我只是手有点举不动，靠一会儿。对，某韩国某知名娱乐公司。你就给我打分啊！其他人呢？对，还有尺码 S 码 M 码 ，S 码和 M 码 ，M 是 Master。谁让你起名叫？M 是 master 的意思。看得开心吗 ？S 是身材式的。谢谢09分。韩国玩这么炸裂吗？你不知道吗？好聪明。哼哼。别蹦了。聪明吧，聪明不？谢谢千年笨蛋的荧光海。
英语小课堂不是千年载。某人说我的英语口语非常的蹩脚。M 是麻将的意思。是的。天哪，S 属性大爆发 ，sleep 睡觉，睡觉 ，sleep 睡，先睡为敬。晚安。谢谢。不卸妆睡得着，不许睡，不睡睡不着。刚刚准备睡来着，没睡得着。没睡着，好早要睡了。等一下下，睡不着。这手链不错，这手链，这手链。跟我商量。有一根是我朋友送的。谁按打四八分的？你自己看这数字吉利吗？对于朱素王雨辰是什么看法？没有什么看法。起来嗨是不是？到底是转不过来，不知道，反正睡不着。吃夜宵，吃个夜宵再睡。上了两天班，休了两天卡，白干了。我这两天，忙完，我要休息一下下。谢谢无名猫猫笨蛋的蹦迪。无名猫猫，觉得自己像狗狗还是像猫猫？我觉得我像你爸。我知道你喜欢大美女，可是请你给我看自己。其实我是你爸。骂到现在，我累了。生十六有发言吗？有啊，有发言。我知道你喜欢大美女，可是请你给我看仔细。其实我是你爸。举报了，为什么要举报我？为什么要举报我？如果这犯法的话，你们最该举报的是刘丽飞好吗？爹，哎，干嘛？超级加倍，谢谢福月兰打出的两分，谢谢。谢谢福月丸打出的三分，谢谢。他咋了？你没看他的 ？You can call me D A D D Y。你要点什么呀？你要点什么业务？请自助，请说你要点什么？你等着线下呗嘛？可以呀，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线下杯吗？羡慕线下。线下也可以的。谢谢海豚打出的两分，还有这种好事，对呀、啊。谢谢海豚打出的三分，谢谢。你要自助什么呀？你要自助什么业务？线下附赠一耳光那可不行。谢谢小狐狸。人工服务线下被骂，请按一。线上被骂，请按二。握手券准备好，再等线下。嗯。谢谢 VIP 举一笨蛋的灵光海。还能扇耳光，当然不可以了。谢谢，不许看我公式这打出的1.3分，你这是要干嘛？1.4分，可以扇我吗？可以。1.5分，1.6分，会唱什么粤语或者英语歌吗？我可以给你唱个很蹩脚的粤语歌。就剩这些了。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YYZ， 咱学学。谢谢你，你超帅的。玉米油很健康，谢谢。拿手。星河笨蛋的荧光海，星河，唱。又有星，续集。说明
唱。我只会唱容祖儿的歌。哎，我也不会唱，我只会，跟着乱唱。我终于肯唱续集了，我不会唱。我不会唱，我只会哼。仔仔早点睡觉觉，好吗？可爱，看这个名字就很可爱，是你的小名吗？谢谢千年万岁，千年万岁，希望你在这一千年里活一万岁。给你放放。等一下，下到哪儿了？欣赏下剧情，噔噔噔，谁那么不敬？歌名就是续集啊。那么美丽，不怕怕。真的不会，我跟陆静婷去 KTV 唱过几次了，我都不会唱。听她教我了好多遍，我都不会。我真的很没有语言天赋。妈妈，我爷爷没为我生的的爸，要你别长我，只有后有你这雨停，从不会珍惜美好，从头开始，到头也只靠你我来成瘾，到头也只上瘾就与排零。就让剧情慢慢改变，从头吸引，吸引一个是爱情演戏，千里之的曾经为你演戏，从来压低，明明是我，我应该更压低，我想，我想会被投影。只想自一次愉快，能送为最主心。还行，真的吗？我只会副歌，因为主歌有一点点，挺标准的，真的吗？认真的吗？当谁给承诺能拥有你是最大理想，没有理性在走。现在说我不会说，我只是会跟着哼哼一下。今晚想跟你去旅行，风在高高的天上，从头开始。多多也只靠你我来相依，多多也只想牵手与排练，这段剧情慢慢改变，从头吸引。副歌只会前四个字，从头开始。只能刷到换了。因为我你家的口音。但我有听你说要念到亚宾广东渝中人，是的，哒滴啦哒滴啦哒，家人们哒滴啦哒滴啦哒，唱那么好听，感觉把我镜头都给我唱模糊了，还是我眼睛模糊了。让我把听，这句标准，哪句？哪句唱的不错，有广东的味道。因为我原来真的还蛮喜欢听这首歌的，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真的还蛮喜欢唱这首，蛮喜欢听这首歌的，因为那个时候喜欢看这个电视剧。有次公演说“终结我”这三个字很标准，因为他教我的是，
有外国人的味道，什么意思？怎么报复我是吧？我说你说中文有外国人的味道，你说我说粤语有外国人的味道，报复我是吧？我还记得怎么说吗？还记得呀，宗弟们。谢谢不吃葱花的愣愣送的高级马卡龙，谢谢愣愣，谢谢愣愣，谢谢愣愣，很洋气，丫鬟雅士的，真的标准，是吧？因为当时是那天公园他教我的，我这个声音讲粤语真的不得了。好，那我以后一定好好学粤语。我一定好好学粤语。我说英语也很中国人，什么意思 ？BB，、啊、我好挂住了呀！谢谢福月王打出的三分，谢谢。你要自助什么 ？BB， 黑嘎做妹啊！完喽，在哪呢？好，那我以后一定好好学粤语，好吗？就是以后就靠粤语圈粉了，粤语进步了，非常好。这不比刚才撒娇的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不许再鞭尸我的撒娇了，我觉得我已经撒得很那个什么了。念你说的中二语录可以吗？可以啊，什么？可以学看那只猫，张嘟嘟嘟学粤语，好。没听懂第二句，没听懂吗？就是宝贝你在干嘛的意思啊。 BB 黑嘎卓妹啊，广东人听说粤语有 buff 加成，黑嘟卓妹啊，是这个吗？多塞母该塞正义的使者，嗯，这个意思吗？对呀、啊，黑豆煮妹啊，比比黑豆煮妹啊，怎么前面还有个宝贝？比比不就是宝贝的意思吗？比比不就是宝贝的意思吗？谢谢十八度凉茶打出的九分，谢谢，谢谢凉茶，嗯，该塞。两轮宝宝 BB 王撒娇终结者语什么东西？哦，那个摩卡小樱的是吧？王撒娇终结者与可爱少女臣在此下令，世界臣服于我。嗯，黑豆煮妹啊，爸爸的意思。屁嘞！我不信，我不信。比比就是宝贝的意思，谢谢。怎么又是爸爸的意思？换姿势。你们都是叫老豆，好中耳，臣服。听到续集播了。怎么还全服播报了吗？太中二了。这哪儿中二了？我就说真的，我蛮中二的。我真的挺中二的，我从小到大爱看的电视剧和那个什么那些都很中二。谢谢气泡柠檬茶送出的三分，谢谢谢谢。你要干嘛呀？终于换手，对，那只手酸了，换只手，换只手，手酸了，举手机举的太酸了。谢谢比比就是谢谢宝宝的意思，对呀对呀，一点看不出来。这个到底什么东西啊？什么出来你中耳？我一直看不懂你们打粤语那个什么，那个一个地字，那半边读地，那半边读五的那个字是啥意思？妈妈就叫妈子，真的吗？直接趴，我就是我趴在被子上的。我也是老爸的意思。抖音学一下粤语，看不出来。柠檬茶要干嘛呀？还没说呢。我那
谢谢青是桃吗？什么就是要打到零如看不懂，我真的看不懂你们打。柠檬茶要我粤语撒娇。哦，我没有，但是我 pad 上没有抖音，可以在 B 站上搜搜粤语撒娇，但是我不一定能学得会哈。而且我。对，我不会撒娇，我会说粤语。粤语撒娇六句。粤语撒娇六句。哎呀，你会走在我站位，我也不知道我是几级走到几位。求下你啊，唔该唔该，你最好人啊！我想饮杯冻嘅珍珠奶茶，可唔可以陪我一齐饮啊？好啦，头先我讲咗乜嘢啊？好难啊！吃徐子山那三句就行。徐刚那个好复杂。嗯，蛮基础的。徐子山。哪三句啊？怎么七分多钟啊？债嘎，顶改给，哎呀，怎么突然网卡？谢谢送的奶茶，还是跟我。香港人的生活咧，离不开都系翻工放工。这不是香？债嘎，顶改给，你好叻咯，什么东西啊？港女三连，这不是撒娇吧？谢谢阿朱。这是撒娇吗？谢谢。就是这个。放首喜欢你听听吧。等一下，这个吗？这个算撒娇吗？这算粤语撒娇吗？怎么听着不像吗？他真的在撒娇吗？他好凶啊！他说的，他这三句话说的好凶啊。不算，我只听到有个这个。广东语撒娇三大绝招，第一招拖长音。耶！第二招加字结尾。系唔系噶咋？你好衰噶咋？第三招疯狂赞人。哇！B B 你好叻啊！你居然知道自己屙完屎识得擦屎忽喎！哇，你好犀利呀！哈哈哈哈哈！屌！什么东西呀？我绷不住了，家人们真绷不住了。你听懂什么意思吗？你们听懂什么意思了吗？谢谢驱魔人打出了0.1分。我在抠脚趾，我去，听着像很多，不是，他意思是，哇，你好厉害呀，你居然学会自己拉完屎自己擦屁屁耶，是这个意思吧？好了，行了。没听懂，确实都是，就是这个意思。一个调，暂时想不起来。不是粤语，谢谢送的荧光棒。金建成张嘟嘟，我现在没有抖音。对，意思是接下去自己上厕所。雷豪，雷豪。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上厕所，不行，我要学一句，至少这是人家点的点的业务，学一句就学一句。好，好木好啊 Q 啊雷啊是吗？口啊雷啊，就一句，好木好啊，可哇雷呀、啊！谢谢，
双眼皮贴掉了，我从来不贴双眼皮贴，姐不用那玩意儿。这句还不错，准备好了要上厕所。今天看，主要是双眼皮我用不了，主要是双眼皮贴不了，因为我眼皮太肉肉太多了。我有贴过，我有贴过，但是贴不了。点粤语歌能唱吗？不能啊，当然。他点的粤语歌都是我之前自己听过很多遍才能唱的。底下有位唱歌，刚刚点的啥歌来着？至少还有你。好的，这么双要贴，又有的时候会肿啊。就比如我前两天在房间发，我眼皮肿，就是没睡好的时候，它就会肿，肿成单眼皮，就像我前两天发在房间那个一样。谢谢小灯头笨蛋的音乐，谢谢小灯头笨蛋的乐音。这首歌叫……等到那边放吧，不然我们两边都放歌有点太吵了。换眼皮这么容易？能读不能唱？是的，我可以给你念。是有游牧民族血统吗？没有。游牧民族是什么民族？没有，没有，没有。游牧民族是少数民族吗？没听过。就是野什么东西？北方蒙古社会，我连电动车都不会骑，别说骑马哦，不会，我还没有骑过马呢。那边也是广东话，是的。我去，闹闹还挺会唱广东粤语歌的。对，我不会骑电动车，我一看就像西南人。是的，是的，是的。之前谁说我一看就是南方姑娘？上不去马太高，什么意思？粤语歌唱的好，去打 KTV。闹闹在广东漂泊十年，我也漂泊了快一年了，好吗？重庆是南方啊。谢谢 Three 打出的三分，谢谢。我看他在广东待了半年多，双眼皮左右不对称。我说过呀，我双眼皮左右不对称，我说过。游牧民族现在都骑摩托的，真的吗？他们现在骑摩托。闽南的广东籍，他说我矮，我知道还得说我矮，我不也会几句了吗？对呀，我会几句啦。母该仔，还有，哎，之前那个机长的时候，哈次金，生佛仔生。生福赛哈次第，帮你换一下后面两个字母。Three， 那你就改成我的名字吧 ，3YC。多仔，上海话会吗？女女，女女，还有什么？嗯，还有啥呢？女女，晓得吧？晓得吧？脑子吧？
瓦特，侬脑子瓦特了，侬晓得吧？上海话只会骂人的，港都，港都，居然会这句，天哪！上海说话不就这样的吗？侬晓得吧？我没有骂人，就是原来看那个，原来看那个什么，就是原来那个，有蒋欣杨紫，那部剧叫啥来着？那个蒋欣里面蒋欣他妈妈说话就一直是这样的。欢乐颂哦，对，欢乐颂，欢乐颂，欢乐颂，之前看。然后跟里面学的，谢谢出埃及的 Eric 打出的十分，谢谢，你要点业务吗？谢谢，欢乐颂，是的，你要点业务吗？晓得了，我会读了，好好好，点个歌吧，点什么？点什么？哦，刚刚那个凉茶点的，至少还有你还没放。台风，你被台风吹走了。点什么歌？不会，我其实不太会唱。先为你唱放也行，好的。好，那我把至少还有你唱了来。刚刚点的还没唱呢。Amazing Grace， 好的，下一个。我要抱着你。两边不同的。港都到底什么意思啊？说真的不知道。骂人呢。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哦，闹闹港都。一。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是能呼吸，让我们形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一张新的纸我总记得在哪里。闹闹居然听懂了，闹闹好歹也进团那么多年了，广州话和上海话应该多少还是知道的。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圈我总记得在哪里。变成我的歌迷，好多好多王宇辰歌迷，好多。把现在说话的大家。毕竟当年谢佳欣看公演是眼角的痣。原来这真有一颗痣，结果被我点掉了。谢谢安娜女生。我怕时间太快，不够将你看仔细。我
怕时间太慢，日夜担心失去你，半夜之前吧。不会唱这儿。永不分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可以呀、啊、左边这是我自己点的呀，今天这是我今天自己点的，我说的是右边那下面，右边那下面的去点掉了。谢谢送的荧光棒。好，马上要点一首歌，刚刚那个 Amazing。突然叫声听到了，换一个十万毫升倍速吧。卢静，卢静，不熟。什么时候点掉的？很小的时候就点掉了，幼儿园的时候就点了。嗯、看吧，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这个样子。大眼睛双眼皮，一看就是讲究人，不喊前辈。他说不熟，卢静说不熟。好，真不会唱这首歌。好像会耶，我好像听过，这不是小时候。 I see。这不是哦，听的是中文版的。我小时候，这不是我心翱翔吗？还是我心永恒？I first leave me. 睡着了。When the world. 我只会中文版什么我心翱翔。晚安。一下子升华了这首歌。看见白光了，这个点的净化心灵，这中文版咋唱来着？容祖儿好像有唱粤语版，真的吗？上天了。沉闷，唱困，不许困，我都没困，不许困。就是都不许困。中文版是梦想高飞吗？哦，好像还真是哎，我去，好像还真是，好像还是小鞠前辈唱的。谢谢愣愣打出的一分，谢谢，谢谢愣愣打出的两分，谢谢愣愣打出的三分，谢谢愣愣，你要点什么？你要点什么？
已经躺平了，谢谢龙龙。好，行。又看屏幕，谢谢麦里逃生笨蛋的荧光海。点一首我跟丹妮那个版本的。我的嗓子、啊。谢谢荧光棒。有没有听到一道有假音的声音？谢谢打麦第一声先打出的0.1分，谢谢。等一下，网卡了。这酒店网有点卡，谢谢送的荧光棒。好搞笑啊！救命，这个舞台好久没有看第二次了呢，很久没有看过第二次了这个版本。我去，谢飞垫好高，早知道那天我也穿高码的靴，里面塞很高的，卡住了。对呀、啊，我跳过忍者，知道了吧？不是男装公演，大部分时间坐着。屁嘞，忍者这首歌是我跳的，为什么那么卡呀？暂停一下，这个酒店的 WiFi 也太慢。那是前一首歌我坐着的，这首歌我是起来跳了的呢。假粉丝是吧？这都不知道，这都不知道。我忍者可是我跳的呢。我坐着那首歌是他们前面盖盖他们那个妄想正解药，我在旁边坐着。渺小的自尊都快要抛弃，我想我不会让你。大家都觉得我精神病不是演的。对呀、啊、是连在一起的。但是这是两首歌啊。从来过。卡死了这个网。欢迎人家刚入坑。快去补档去，多么帅，我的这个零星斗者，快去看。演的挺像那口。毕竟我觉得我是真的有点中二魂在身上的。谢谢你给的。哇，我发现我那个时候头发真的还挺深的，真的是后面掉起来的。谢谢福月丸打出的2分，�谢谢福月丸打出的3分，谢谢。你要点什么？谢谢福月丸。我想我不会让你只有下次这次愿望你愿意你老是坚强也在这都快要抛下继续我想我不会让你守着在夜色里面今天就是我认输的战线。说真的，这首歌我当时去录音的时候录的可难受了。谢谢袁问娃送的奶茶，念不过来。谁的作业？谁我是用的双眼？真的嘴巴有点转不来。忘记自己的安排，接下来应该但却不珍惜的制裁，不要半空中穿行。我说真的，就是你们有没有过声音在自己耳朵里面和别人听的不一样的感觉？我自己当就是每次我录音之前我自己唱的时候觉得没有那么那个，但是我放出来我就觉得为什么声音那么细。我最开始觉得是声音哥哥给我修的太那个了。我活不动如山，激情如闪电，领悟虚假的瞬间，藏起了藏在夜色里面。
对自己有信心。人数的战线。对呀、啊，我想成为丹妮那种低音炮。都这样，真的，我每次听我当时录的和就最后出来的，我觉得不一样。好吧，福月丸要点什么？你想好了吗？哪个好听？我当然觉得我自己耳朵里面的声音好听啦。就是我每次觉得我自己耳朵里面的声音比较偏，就是偏正常一点，就是好听一点，但是放出来了之后就比较那，放送自己觉得的黑历史。我没有，我想不到什么黑历史，我觉得都蛮黑历史的。跟刘丽飞第一次连麦，不要男装公演，也不要我去。我不知道，你自己说，别问我行吗？别问我行吗？要点自己点，看你了不了解我，看你补档补多不多咯。看你有补档哪些咯，就是行教我觉得的，我觉得每个都是黑历史，我觉得每个都挺黑历史的。你让我想就是没有男装，他们说男装你要吗？你其实投男装一票，我去男装一整场公演呢。那你就男装的话，就只有，就只给你看个 unit， 男装一整场嘛，一首 unit 就好了。我去，我一打开，我搜王宇辰男装就是。大壮看公演录播，嘴都被气歪了。啊，一个人去看，怎么还找不到吗？怎么我都能找到朱丽叶，就是找我能找到我助演的人家的 unit， 怎么找不到我自己的 unit？ 再搜搜。好嘛，可是没有其他人要看。或许我们居然播了这么久。来，我们来聊些别的东西吧。我是叫的完美犯罪吧。你们都不。居然 B 站上搜不到，没有人传我自己的，没有人传我自己的 unit， 都把我助演的 unit 传上去了，没有人传我自己的 unit。帅啊帅！有点像小鬼，救命！怎么回事？我自己的 unit 没有人传上去，都把我助演的都传上去了，为什么？我不是不喜欢吗？我哪个因为跳的好像是完美犯罪。明天晚上十二点，怎么突然不对焦了？这个直播。不看 MC。大家一起，我搜不到呀，主要是没有传上去，我搜不到。不是我不看，哦，看到了 ，cut， 搜到了。是啊。微博有，我搜到了。
心碎。如果单单就让我随时放开，哎呀，真的觉得自己很帅来着，我当时录这段 rap 的时候听到的不是这样的，我当时录的时候那段 rap 听着没有那么那个啥的。谢谢爱德华打出的三分，谢谢。我不看 MC， 我当时录的时候真的不是这样的。我去，他现在，我现在听他这个叫什么？这个 rap 怎么唱的那么的给我干成。说真的，这个 unit 我自己没有怎么看过，我没有仔细的欣赏过。说一下感受，这辈子再也不唱 rap 了。这辈子都不会再唱 rap 了。我王雨辰这辈子都不会再唱 rap 了，都不会再唱完美犯罪的 rap。五十斤，你出来五十斤，你还有什么？这就 flag 立起来了，真的。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唱完美犯罪的 rap。 刚刚爱德华要点什么？总点这个任务吗？不行，这是另外的价钱，说的是商量业务，不是说你点什么我就要干什么。学猫叫，行，这个可以。谢谢小丢打出的两分，谢谢小丢打出的三分，谢谢。不唱，不会唱完美犯罪，那个没得商量。这样子说散就散，真不会。这首歌我只会那一段。猫素，这个什么什么素到底是啥意思？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眼前撒个娇，喵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砰砰跳，迷恋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好，不会了，不会唱了，我只会唱副歌，就给你唱副歌。觉得我像某种动物，好吧，原来是这个意思，好吧。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砰砰跳，迷恋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穿你的外套。好夹呀，这首歌我要给自己夹爆了。太夹了，受不了，是不是想抱抱了？没有，我还好。我觉得吧，我觉得我最想的猫是呜呜，最想的猫是呜呜。可能呜呜在我最难受的时候给了我治愈的感觉。呜呜。我刚刚小丢要点什么呀？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心脏砰砰跳，迷恋上您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主要是抱抱不给抱，就烦，他们给抱，呜呜给抱，呜呜就算不给抱，他也不会怎么挣扎，抱抱会直接一脚给你踹走。点个 BGM 可以吗？可以呀、啊。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呀喵喵喵。对，抱抱，对不起他的名字。你要点什么？肯定因为我没穿肚兜。Love it raw, la la la, love it raw。好的，好的。谢谢情怀打出的三分，谢谢。你要点什么？你要点什么？这是啥歌？这是矮曲。恭喜哥 ，I make it rock，make it rock。比较了我还给谁了给我会跳这个，之前大学的时候没有跳过。很久了哪哪哪叫我干嘛？我会唱呀，不会唱，我只会跳。高兴好吗？肌肉记。啦啦啦啦啦啦，你也会跳。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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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腕表看见一滴丘瓦热，可惜看不到了，可惜现在不能跳河外的舞路。对，不能跳，只能自己翻跳。希望，我感觉下半年我们应该没有那么忙，我就有时间出去跳一下别的舞了。上半年实在是那些助演接的太忙了，下半年好像没有什么特殊公演了。就啦啦啦啦啦啦
对呀、啊，终于可以蹦了。三 D 巡演？什么三 D 巡演？啦啦啦啦啦啦 ，Love and Roll。啦啦啦啦啦啦 ，Love and Roll。哇，一站投稿可以，但是那个也就三场公演吧，而且也不可能是一场非常完整的公演。是吧，那个应该就跟这次展演也最多两首大歌吧。这样啊，对呀。啦啦啦啦 ，Love and Roll。这样，哎呦我去，把我自己打到了。觉得矮的巨 C， 我觉得矮没有巨 C。IZ ONE 哪有什么巨 C 呀、啊？好大胆的问题！怎么变酸了？对，你自己回答好吗？这次行程选项不多，什么意思？不知道。谢谢叽叽猪打出的九分，谢谢叽叽猪，谢谢。谢谢。人家这都不是一个团的好吗？你说的这两个。什么？你怎么知道我在听 Happy Boy？ My Delight Boy。叽叽猪要点什么？叽叽猪，叽叽猪要点什么？叽叽猪。能点昨天错过的业务吗？可以呀、啊。你要手写 ID 吗？你想手写 ID 吗？好的，喝的啥？喝的这个叫什么？乐乐茶。喝的乐乐茶。哎呦，怎么啦？觉得大家现在打分都在浪费。怎么说呢，主要是现在没有奖金，哪来的奖金？途径不同，哎，那怎么了？那觉得现在大家打分是在浪费。想啥呢？没有进个冠军。哎，是吧？今年确实太卷了。行，主要是。今年的什么，一切都很卷。也很难受。哎呀。一年比一年卷，
我不知道之前是个什么样子，我只知道今年很卷。好，也好哦，还有一天，对呀。但是新人去年只有神七呀，今年有16个呢，要选，而且去年的话人也没有这么多呀。马上，快快来来来。哎呀 ，QQ 猪你在吗？请查收你的 ID。又是。在吗？我坐起来还是？这次猪没有写错，这次猪是没有写错。你不可以点 ID 吗？你可以呀，你没有点呀，你没有点 ID 呀，怎么就是你不可以点 ID 吗？你可以点 ID 啊，我说的自己自助啊，你只要投了，你要点什么就可以点什么。你怎么？你刚刚投了没有点东西吗？我都忘记了。他刚才说了，他说的啥呀？我没看到，那对不起，那是我的问题，我没有看到。可能弹幕没有看见，你可以点。谢谢。我没有看见呢，可能。那我现在给你补一个。别哭啦，大晚上的闹闹。确实，中了好几天了。到点儿了，真的是。擦不掉，哎呀！嗨，西西，哎呦，你小伙子看到了，看到有点想点了。你不是点过吗？你昨天？你昨天不是点了吗？四八也是。你刚才送的没看见吗？啊？我看见，我看见你刚刚送了呀。你刚刚是点了，你也点了这个吗？那我没看见。Sorry。那给你点一个吧。不吃。它飘屏的，飘屏，它一飘过去就没有了。我经常飘屏看漏东西。哎呀，看，写完了又把字写大了，要摆个 pose 的。摆什么 pose？ 太复杂的可能不太方便哦，因为我要拿一只手举 pad， 拿一只手举手机。没有在哭。我在练眼睛，刷着眼睛。这个房间也不干净，刷着镜子。什么东西？你不许说这种话。什么？你不许说这种话！什么叫这个房间有点不干净？你不许说这种话。不想睡了是吧？今晚。我是说这有沙子，知道吗？那你就说有沙子吗？你说什么？这个房间有点不干净。你小心一点。都不闹。
第一个拖你下水。我不怕呀，我可是不怕。没事儿，反正房间有人，我也不怕。我不看。好，先这儿。情怀。在吗？自己接哦。写好了吗？谢谢福月丸打出的两三分，谢谢福月丸，谢谢福月丸。对，在练臂力，我这两天。好，下一个。嗯。我不会，不太会 wink， 结束了肯定有点不好看，你在为难我。谢谢十八度凉茶打出的三分，谢谢十八度凉茶打出的四分，谢谢凉茶，你要点什么？感觉 wink 不是很好看。你在吗？弄弄。哎呦我去。截好了吗？截到了吗？虽然说我觉得 wink 好像不是很好看，因为我不太会 wink。好多好多好多，你来你来，你可以的，谢谢嗨嗨大哥的999，好看，好多，真的不太会 wink。真的不太会 wink， 期待期待什么？谢谢有只小团子呀，打出的0.1分，谢谢嘟嘟嘴的 ID 合影。那我要重写吗？还是说就可以昨天的？我还在我 pad 上。嗯，期待，我也期待。等你毕业了，好的好的，等你毕业，等你毕业。重新写一个吗？还是还觉得我昨天写这个怎么样？这个好看吗？感觉写的不是很好看呢。对，写过。哎呀，我还有10%的电了，播完我就下播了。你想重新设计个，来点艺术设计的。你要什么艺术设计？给你画个飞机，不是凉茶先，我已经写完了，我写完了，统一拍。下面加爱心的，你们要求越来越多了。坐飞机有一点难画，是长这样吗？哎呀，
好。给我业务能力提升，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哎呀，等一下，这个爱心弄假了。这明年一到九九九，我明年就直接开始自助了。咱们主打一个，我给你把那个18度的点儿改成。哎呦我去！改成爱心。啊，完了，好像。不行，重写吧。谢谢冰镇西瓜送的玫瑰花。真觉得我效率好低呀、啊。我每次开业，我都觉得我自己效率好低。可能是因为我要求比较高，觉得不好看的我就想改。好，先18度凉茶。妈呀！哈？好，服务完的。怎么样？有飞机严谨式的，不会设计别的，把他的飞机给他加上去。1:1还原 ID。等我手机没电了，咱们就下播。今天可以，很满意。好的，满意就好，满意就好。很有高级感，对吧？有点累了，有点累了，还要洗头，还没洗头呢。说好催眠，也点夜宵了吗？没点，不吃也行。今天不吃也行。明天应该很累，应该是的。明天播播吗？肯定要呀！明天最后一天，怎么能不播呢？就是说，临时抱佛脚也是要抱的。对，他什么时候截止来着？他这个是什么时候截止来着？凌晨吗？今天晚上12点，我去，12点还有23个小时，那今天岂不是有人会播通宵？还有23个小时，是的。好不隔音啊，肯定卡爆。估计有，现在还有好多人直播呢，太卷喽，卷死喽！估计啥时候上线？什么叫啥时候上线？
哦，明天，明天排完了我就上线。明天排完了我就上线。他那个排完我就上线。关键时期都在努力试的，卷死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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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啥时候拍完？零点几？我咋知道呢？我咋知道啥时候拍完呢？我咋知道啥时候拍完呢？你朋友说我最好看，嗯，你朋友真有眼光，是的。啥时候？就像我们那天排练，马老师说。跳不好，你们就一直跳，然后就一个走位的大哥排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有网看直播，你为我自谦一下，哼哼，那你想多了，可以排练的时候划水，排练的时候不让划水，谢谢不给侄女打分数打出的0.1分。谢谢福月丸打出的2分，谢谢嗨嗨打出的荧光棒，谢谢福月丸打出的3分，谢谢。那我今天先下了吧，我感觉我有一点，脑子有点晕晕的。什么？对呀，困了。我名票刚好在新人时期的位置，那怎么行？那我播通宵不是什么？去哪？你们去哪里看的什么名票榜？我怎么不知道？下有人统计胜负欲起来了，是的，胜负欲起来了，这怎么能行？这怎么能行？争取门票第七到底是多少？你们能不能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七吗？那刚刚那个人说17，给我吓得，我说那今晚播通宵了，去看看。好的，天哪，太卷了，这也太卷了吧。这卷的，帮我虐粉呢，呵呵，这虐到啥粉啊？这虐没虐到粉，这虐到我了好吗？这把我，这没有虐到粉，这把我虐到了。对，17真逼亏，17的话真的逼亏，给你们。来一个深夜破防，对，差点就不敢下播了，谁懂，差一点就不敢下播了，没问题的，不行，问不知道吗？在真正取得胜利之前，一切肯定会赢的言论都是虚无缥缈的，你不知道这些人有多可怕。你不知道这些人有多可怕。是的，最后一刻才知道结果，而且后面的好像差的都不是很多。最后一刻才知道，关房间笑死，从来不关房间好吗？从来都不关房间的，睡个觉起来变天了，对，是的。希望明天睡一觉起来，不要给我一个惊喜。号12点结束才有意思。5号都那个啥了，晚上都演唱会了。5号晚上都演唱会了，慌啥？大家出不动了。哪有大家都出不动？不可能，而且我觉得我运气不是很好。最近大家都去拜拜去啦，都去寺庙啦，就我想去不了。
谢谢机智的晨晨送的奶茶，我可想去寺庙拜拜了，大家都去了，但是我去不了。为什么去不了？你们为什么去不了？因为就是说那个什么，女生有一段时间是不能进寺庙的。敲木鱼，好的，敲敲，敲一敲，敲一敲。懂的都懂，是的，懂的都懂。这还要问为什么去不了？我可想去了，我从就是巡演之前我就想去。从来刚来上海巡演之前，因为他们不是说那个什么灵隐寺还什么很灵，怪不得这两天这么温柔。你是不知道一般这种情况下会更暴躁吗？哼哼，总选结束了去有什么用啊？总选结束了去还能有什么用啊？哦，你看的那个是十七，你看的是哪个？真的吗？你在哪儿看的？微下一年总选七八下，求求明年的，那也提的太早了。谢谢机智晨晨送的巧克力，别送鸡腿了，各位。饺子吧，什么东西啊？嗯，你们能不能有个准确的数啊？我去，你们这个搞得我晚上睡不着了。包括了一些暗票，暗票你怎么会知道？暗票你怎么会知道？没有，你有这句自信入睡。嗯，好吧，手机要没电了，先下了吧。停下了吧。嗯，吃的美瞳要干了。晚安，晚安，爸爸礼物下了。